第六题哈，一样，老师稍微把这个画起来哈，让同学了解一下哈，它这个啊，同学会比较好观察哈。所以你可以看这样子看起来是转折的，可是它投影过来还是一条直线哦哈，往上两个单位嘛哈，斜过来一个单位啊，所以这里是两个单位。一样，这里是转折，可是投影过来它还是一条线，啊，所以这里有三块，啊，这是一个单位，啊，在上面，啊，所以这里有个三角形，在上视图，啊，它是这样子哦，哈，所以它的转折，这里两个单位，啊，三。一样，这是斜线哦，可是投影上来它还是一条直线啊，所以这边一样啊，这个三四方形两块哈，这个斜坡斜下来是一块，这个三角形嘛哈，所以这里也有一个三角形，好，这个斜坡是一个单位啊，所以上视图是这样，再来右侧视图哈是三个单位，高也是三个单位。啊，宽一个单位斜下来，再过来，啊，啊，这个 L， 啊，这个是斜坡，啊，所以这有个三角形，啊，所以答案就是像这样子哈。啊